拜六就是昨夜班，被中南国际客家族每推出的一系列丰富的饭通，包含桃园市客家区本地龙潭同杨梅两个素菜，同有一百年按旧的羊骨冻接菜式，韩国发的羊扒的泡油种的饭通，吃下了几盘。在台中东市的新店板街，韩国绿队的泡上的饭通，拜六同拜日两日每份闹热的几项。一下不欢喜人们一起进来建立开各个主办单位都讲已经做好防疫的准备嘅。三、二、一。桃园市长陈文灿同客家曲种方面讲了道，接下来做启动仪式，宣布杨梅将将杨梅庆将一办，同龙潭杨古洞接财神法通，就要开始咧。今年外地下来盼，就希望有行客多嘅民众识了解，看能够将一办嘅传统。一时按旧来呀，你来台湾来呀，到两万啊，到摩团体就落底啊！历史嘅文化已经在吹动。你把嘅发通，希望老壮脉嘅发通，让它结拍起来。希望，哎，你客家文化做得再做再睇。除了被铺街正义办法通，既然有两百万人历史界台中东市新店办节，同强款系各种新二代节庆界流队祈福将炮响，投出八同出九两亿，做下招商吉祥。而且了参与武汉戏入热情，有雄心外销，没有人因为唔是讲。对了部分各主办单位农工，既然为了摆正义办法通，做好相关界防疫措施。睇热票吼，睇运动工人惊啊，同时控制热票，大家吼，最好嘛系对个。讲啊，等我吼，我要准备耳温枪，我讲对自家体质咁冇了解吼，要量一下吼，啊，真的有讲啊，等个标准的时间，请大家吼，报数一下，关于个都是不是按摩讲啊，听我带出来咩？我们的会场呢，其实都备有每个摊位都备有清洁的消毒酒精液，活动的内容也会稍微有点。就是缩减，像我们采街表演的队伍，可能部分学校的部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学校的表演团体可能一部分都会取消。我的东西新店办节，台北每个天晚做一帮仪式应该台办，周转原本台式该封办，送本民众祈福，每条进部分发通内容。虽然收视规模，但是没有做好传统节庆同逢节。客家新闻综合报道。